谢谢主席及各位先进，我们有请这个黄主委。请主委。委员长，我先请教你啊，因为今天的题目是线上股东会了哈，那看起来疫情短时间要就这样过去不太容易了，哦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不要违反公司法，六月底以前一定要开完股东会，你什么做法？有没有因应的做法？针对上礼拜宣布这个三级的部分，我们有规六点措施了。那这些当然规划上、执行上有可行性，但是也需要耗费一些成本，就像前面委员所知道的。那这部分是可以做，但是还是有一些风险了啊。我强调的是。当然你要去配套，要去做那个电脑都没付齐了哈，那就往后延嘛。因为你用那个我们的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是有办法解套的嘛，相关法律是可以把它延嘛。你就把它延个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就把它今年特殊情况股东会最后一天的 deadline 不是六月三十号嘛？可以吧？应该。刚才委员往这方向走，对，都有这样子的指示，我们会尽快朝这个方向去研究。好。我们看了，现在大家看到疫情爆发，大家很想要买防疫保单啊。现在有两家产险呢，啊，奇怪呢，啊，开饭店碰到一个会吃的人来说，哎，你不用记好，哪里有这样子的？说生意好了，说 close 掉了，因为他发现风险很高，干嘛呢？可以吗？可以让他这样做吗？有可以关掉吗？可以让它关掉吗？跟您报告，民众要买绝对买得到，但是不见得是这两家的了。那因为其他医疗险也都有涵盖这种传染病的风险的，都可以买得到。不是、啊、这两家，他要关掉，你应该讲话啊。那个是不是局长跟来说明一下？这两家就这样关掉，很奇怪。啊你被温谈那些哇，就是一定赚才要做，看起来可能会赔，你就不做了，怎么这样子呢？跟委员报告，每一家公司在送审保单的时候，他会去框列他可以卖的风险承担额度啦。那这两家因为最近他卖的比较好，所以已经到他控管的额度，所以他就会先。局长啊，你就没有先见之明啦、啊？那时候的额度你就给他列宽一点，他列多少你给他承担不？这是他们自己那个风控决定的啦，哈。那我们现在大概还有27张的那个防疫保单还在卖，有11家的公司还有个人单，有7家有卖企业保单啦，所以现在市场上还有得买啦。因为我的服务处这两天就接到很多电话啊，你每个不是啊，排队排几波，热噶，外面热的要死，38度啊，在那排队排到后来讲，哎、欸、，close 掉，两杯啊，因为我的额度到了。这个东西不好啊！我们会请工会来揭露这几家那个公司，让大家知道。不是啦，我觉得那两家已经满的那两家大公司没有差那些钱啦。这个米家，这个米家做形象哎、欸，形象的钱换不回来的。你告诉他们不要断啦，虽然额度是额度，然后那个劝说不道德劝说。我们来看看用你保险局的，用金管会，你们两个都是保险的专家。黄珠伟一声令下，他敢不卖吗？我不相信嘞、欸！你啊，哎，啥你啦？不啦，特殊情况可以啦，因为这疫情。我进来，你怎么不做主委？我进来呀，何讲？哎，何讲了？何讲？哎，何讲呢？黄珠伟，你讲。我早上有跟施局长讨论了，就是说道德劝说嘛，你不要说一声令下，对不对？我们道德劝说一下。我们再沟通一下好了。下一个问题啊，我再请主委啊。你说啊，金管会说啊，如果防疫到四级的去封城了、啊、嘞，说世界各国封城，股市召开，金融业营运不能中断。我是想无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人家买股票，啊，怎么叫割啊？怎么叫割啊？我这里面来讲，你说网络上也要有多贵耶，大家都是交割，都是拿什么东西去银行里面去跟他交割啊？你这个怎么交割？你告诉我，因为现在股票无实体啦，都是无实体的，不是全部无实体啦，
还是你怎么交割呢？不是每个人都会网络呢。我跟委员报告，那个假设就是到那种情况的话，还是会有必要的人员流动，只是降低他的人员流动的数量而已。这不是，你就都不能出门了，你封城了。可以哦，可以，还是必要维生或是提供社会服务的。所以去交割股票是属于必要维生。不是股票，我不知道您的情况，因为现在无实体，理论上不需要实体的交割啊。可是他还是要付钱呢、啊。付钱账上就账上，我就跟你讲说，有些网络上他不会操作啊。这个部分，我想你去研究一下好不好？研究一下。我们其实前两天都有大概跟相关的工会都有交换过意见了。啊，这个我们看到啊，蔡总统这两天讲一句话、啊、被人家轰了。他说七月底可以打国产疫苗，那个卫生部的政管你起来好不好？我们都了解啊，陈时中的乱掰通啊。他对高端林雅说要各500万剂给他卖，他里面有紧急授权，全世界没有人在说第二期做了就可以紧急授权，没有的啦。有紧急授权是什么？说我第三期做到一半没有做完，但是数字相关的数字 OK， 这个才紧急授权。没有人说第二期做完了就紧急授权，没这个事情啦。啊，结果七月底就国产疫苗要紧急授权通过，因为他们要通过紧急授权，要一个专家评审会议，这等于蔡总统直接对委员会下指导棋啊！这来了会不会影响股价？先问黄主委啊，这不会影响股价。我们股价最近飙哦。我们股票都有监视制度了、那最近有一些生技股，它如果交易异常的话，我们都纳作处置股票，有在做一些处理。这次有没有异常啊？就高端有没有异常啊？有被处置过啊、有被处置过。对，处置就是说他交割的时间会5分钟撮合一次啊、他有被处置过哦。对，是这样子哦。这个东西，因为你可以看嘛，就等于是我们部长就给他下订单，总统就说七月底要通过。就给他上市了，这个上市不是股票上市哦，上市打疫苗了，双管力量的加持，背书，他股票要涨，当然要波动哦。啊，前这两天有人在讨论了，马上要跌回来了。这个东西，生技股不要变成炒作炒股的天堂啊！我们你要特别注意啊，都有监视，都有做必要时候交易量达到一定的标准，都会有做处置的措施，都有、来，我请教那个卫福部的主秘啊，所以一个问题想问你啊。你们是不是鼓励地方政府广设快筛站？有没有鼓励？有没有？还是你不知道？你是主秘呢，公文都到你手上，你敢不知道？看嘛看乌。我们目前哈，我们的政策就是针对高风险的的县市，譬如说双北哈，我们有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，然后有设置快筛站。所以你同意柯文哲市长跟侯友宜市长广设快筛站的一个决策，你们是同意的吗？认同吧。我想你们认同吧？我请问你认同吗？报告委员，其实要设置广筛所谓快筛站呢？对，广设快筛站哈，我觉得要考虑到所有的检测试剂，还有那个都有。对，我时间到了，不要拖太久，你告诉我 yes no， 是不是赞同？认不认同这两个市长广设快筛站的决策做法？你认不认同？就这样 yes no。我觉得认不认同？这个不能说我们就这么简单的来这边直接这样回答说认同不认同。我告诉你，老百姓是认同的。我时间到了，我没办法听你讲一些无微不至，不敢回答。我就问一个，现在疫情严不严重？你回答我。对，疫情现在算是严重。当然严重，不是算是啊，确定严重啊，三级了还不严重？那布利医院为什么不设快筛站？地方政府，我跟你讲哦。现在
柯文哲市长、侯友宜市长的表现远远的超过陈时中啊！陈时中，你累了吗？你真的累了啦，可以下来了。这两个市长做得比你好啊！你把我这句话带回去跟部长讲，你敢跟我？你回去说赖文这样说，赖文说啊，这两个市长表现比你好，你可以下来了。你有话讲，你敢吗？不敢的。好了，不敢了，你也不敢的，不敢。我来建议啊，这个都有录音的，公开咨询，换了我来做，好人给你当。你说我替立法委员传话，说立法委员说这两个市长做得比你好，你应该休息了，你太累了，谢谢。